这第三个前面也给压上了呗？压上了，这回摆上了，留的小活。嗯，看这块干多埋汰，这咋整的呀？这个咋整的不重要啊。之前有网友说你那个保温那个玩意儿，嗯，那个胶接不接，容不容易掉？你这回看吧，容不容易掉？抠都抠不下来。哎呦天，这怎么收拾的？所以说粘到这儿，贴到墙上嘎嘎结实，不带掉的。嗯，贴到地板搁上也嘎嘎结实。这一抠就掉了，到时候得抢一下子。到时候这地板重新那个清理一下。大坤要开始收拾他这个车里头了，全是钉子，这会儿莹莹刚才给整散了。哎呀，你姑娘的杰作怎么样？天活给我。今天大坤和小舅干的基本上都是之前剩下的零碎小活，小活是最繁琐的，耽误时间，完了还看不出来什么成效。哎呀，这是哪儿的条子？安这正好。这是在中门拆的，中门咱不加宽了吗？啊，对对。哎呀，弯儿那块不太好整啊。好整。把这窗户带上这个小边条就好看多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你不给修剪一下？一个你有功夫的修，这个不是啥重要活。啊，又留下一个小活。俩人开始收拾车了。嗯，这感觉是要干大事的前奏啊。是不是要开始贴皮子了？贴皮子。把车底下给它收拾住。有垃圾，有个垃圾箱。瞅瞅这车里造的，我的天，都是胶印子。这一看就是要干大事的节奏啊，吸尘器都上了，这是要大收拾一次。开始刷胶了，哎呦天哪！看大坤这样，撸胳膊挽袖子的。你把上面要躺着整整，别在地上。哎呦！你来刷呗，我再买把刷子一起刷。这好像有点面积有点大。行。拿住。我去再买把刷子。嗯，去吧。这个你这一个人刷得刷一下五个。嗯，哎呀，这个胶跟蜂蜜似的，天哪！黄色的，大坤这次买那刷子还行，挺大。之前那小刷太小了。小刷子走一下，走两下，不如大刷子走一下。嗯，这就是干活的效率。噔噔噔噔，看不看着？已经贴完了，非常的带劲。咱们买的这个是米白色，非常好，显得车里特别的亮堂。变线没事吧？看不上，已经就是边边角角都扣持的好了。小舅准备要安那个换气扇，最后一个零部件安上之后，这个换气扇就彻底完成了。整完了？整完了。整的不错啊。皮子也贴完了，刚才落了一根线又甩回去了，逆变器的那个控制面板线，然后那个这个换气扇那个边框也安上了，非常带劲，看看。今天完美的结合。那块有个缝吗？啊，那个缝是金属压条。啊，那个不安金属压条不行吗？啊，那不行。啊，得安上。对，因为你两个板子对接到一起吧。嗯。你如果说用皮子蒙上是能蒙上，但时间长了它来回颠。啊。那个位置就是一个是皮子开，再一个有一个黑缝。嗯。所以说这个膨胀缝是必须得有的。嗯。非常带劲。明天板子能来吗？明天来板子。刚才厂家刚给我打完电话，那太好了。嗯，明天咱们就正式开始家具了。对，咱们之后那个板子来之后，那进展更快了。今天使这个 GoPro 感觉怎么样？总体非常带劲呢，非常好。咱研究也买一个。你能使明白吗？老多功能了吗？对呀，功能相当全乎了。咱慢慢研究，还能连接手机软件啥的。主要是今天朋友们给看看画质啊，到底是跟那个大疆灵眸和 GoPro 7 Black 哪个到底是哪个好。
对，嘴瓢了。行，走，回家。行，下期见吧。拜拜。